好，小米倾偈同大家倾偈，咁啊，当然不能够唔讲下最近呢个娱乐圈最大一件事，就系、是、我认为我最敬爱嘅 Maria Cordell 啊，呢、这个真系天，即系我谂系人生我未见过一个娱乐名娱乐人系啊，做捞娱乐圈捞得咁成功，咁捻巴闭，即系无所系四个字，天下无敌。是无敌到个情况，系我认为系未见过一个咁叻嘅人，即佢直情系一个陶杰啊，嗰啲以前啲咩名嘴刘天赐啊，嗰啲全部都要行捻开，点解咧？即阿肥妈之劲咧，就乜捻嘢佢都可以对到嘴啊！咁啊，早前疫情嗰时，咁啊方舱已经非常常之好住，又天下第一，系嘛？不过后屘佢自己中捻咗，我唔会去方舱医院啦，算捻数。咁啊，社會運動咁啊，又撐警嗰啲，梗係啱啦，係咪先？幾撚叻，係咪先？正義，係嘛？撩撩死，佢又話屌你，其實冇乜同人聯絡，又年紀冇聯絡，又話點解唔撚撚佢？好嘢，係嘛？中年好聲音唱歌，唉，又係佢揸得揸片，好嘢，係嘛？勁唔勁啊？早排 Me Too 啊 ，Me Too 嘛，同阿 Me Too， 佢話又俾條國際短片拍撚個啰柚，又有份，勁，係嘛？最新就話，因為黃家駒啱啱1993年死啊嘛，咁啊30周年啦，咁啊無線就播出個特別節目，叫做《永遠光輝黃家駒》。佢裏邊咧，佢話咧就話阿肥媽就話黃家駒揾過佢，佢話表示咧家駒生前寫過首俾自己。咁當然啦，即係呢句嘢變咗一個記憶嘅角力。究竟有冇呢件事？咁啊當然啦，開頭咧就好似而家講講啊，好似有呢件事，又好似冇呢件事。咁我唔知大家點樣對號入座啦。不過即係當然，我覺得肥媽好撚勁，即係乜撚嘢，即係黃家駒都諗。我即係你嗱賭1000蚊，你都唔諗到黃家駒啲 band 佬點會同走廊歌星撚到埋嘅 band 佬。即係黃家駒應該冇去以前咧 Canton 彈緊個歌啊嘛。咁點撚到咧？咁又話即係話肥媽貼翻出2008年咧樹人大學別了家駒15載。里面有一个叫做旧日的足迹在行会里面，他说表示呢加强呢就说有隻歌呢是给予肥妈，咁佢又攞返当年嘅报道，咁呢就加强呢就说屌你，佢其实作歌呢当年即係佢话个曲调啱咩人呢，加驹又写嗰啲嘢嘅，即係可能写个肥妈，又写个Danny Summer 或者夏韶星啊，又会写个 South of Star 啊，即系桑林街有嗰对啊，跟住写个安全地带，咁即系唔通佢话真系俾呢啲人会唱佢啲歌，即系佢个意思系咁样。咁啊，当然啦，而家最经典就系呢啲歌里面咧，其实牵涉即系我谂早期啲嘅 Beyond 嘅前经人啊，陈建添即系 Leslie 啊，咁合作，即系咁佢而家即系听闻佢话有得卖，我唔知定假呢啲，我都唔知真定假。佢话一个网站啊。有得卖呢啲嘢，咁我唔知啦。今日而家梗系想揾水啦，大佬家居永远屌你老实讲，今日海阔天空唱捻到今日啦，系嘛？我谂今而家就可能即系唔知会唔会唔准唱啊？以后但系即系大家都知道家居嘅嘢就永远我哋当咗神，即系又系即系我又唔想讲到好似李小龙咁样，但系都系觉得系好捻巴闭。咁啊，当然呢单嘢其实就即系家居就已经去捻咗。天堂30年啦，其實就無謂攞呢啲事出嚟兜啦，係咪先？咁啊，即係話你有人，梗係有人只係想借水揾錢啦。咁我唔知你經理人而家近年環境點啊？如果有人識佢，講俾我聽，佢哋近年環境掂定掂唔掂？咁啊，諗到阿肥媽，梗係老虎蟹，即係老虎蟹屌你，梗係或者有份啦，係咪先？即係好撚型噶嘛，大佬係嘛？家區揾我，咁啊，即係呢個我覺得係佢，即係佢食撚得好撚型。咁即係无论每一样嘢我哋肥媽都得嘅即係好靚嘅。咁你食緊到梗係話老即係老閪都話自己係作俾佢啦，係咪先？咁我奇怪，如果你話即係好撚早期六啦，咁點解15年前嗰次呢個樹人大學話俾佢，點解15年前即係家驅死第十五周年嗰時唔撚讀咗你歌啊，都話俾咗你。咁你肥媽點解唔撚唔撚打蛇隨棍咗15年前唔撚讀咗啲歌咧？點解要15年後咧？即係我唔知15年前阿肥媽係咩精神狀態，可能嗰時好撚有錢，
定喺有線拍緊緊主送廣告。嗱，我唔記得啊，即係我唔記得，即係阿 Maria Cordell 呢個 Cordell 呢個姐姐，嗰、那個星路歷程仲耐，我小米未不留意過嚇、啊。即係我認為係一個走廊歌星啫，即係唔係話立貶低走廊歌星，我覺得係過譽啊，過譽，因為佢唱唱片基本上我啊買過一隻，嗰只叫《友誼之歌》啊，我買過一隻嘅，得四隻歌啫，嗰只碟裏邊。有一隻歌就真係嘥，即係佢人生寫照之一就嘥氣嘅，啊，即係呢個《龍虎風雲》啊，《龍虎風雲》主題曲，咁啊加埋啊林嶺東、阿東神兩隻啦，《加倍風雲》啊《友誼之歌》啦，係兩隻啦嚇。咁、啊、我就即係有疑問，點解十五年前如果隻歌係俾你，點解十五年前唔係其實十五年前嘅屌你，其實唱隻歌都好撚容易啊，係嘛？點解十五年後、十五年前講到咁，即係你話記得係十五年前點解？啊！十五年前唔唱咧，嗱咁啊，十五年之後唱咧，係嘛？咁我又仲諗啊一個問題，即係當然啦，肥媽個好撚，即係你睇撚到佢咁撚多年，其實真係我諗除咗我唔知道唱歌佢係咪真憑實學啊？嗱，即係見仁見智，有啲人唔係好撚中意聽佢唱歌，因為佢唱歌擺個支咪擺個肚度噶嘛，咁啊即係擺個支咪好撚低咁唱啦。我唔知呢種唱歌嘅方法係你哋中唔中意，我唔中意嚇，對唔住。其他我又唔知佢咩實學啊，即係佢呢種啊咧娛樂圈揾飯食嘅人咧，我阿小米都見唔少啊，即係真心見唔少。咁啊，你話佢真係好定唔好，我亦見仁見智嚇、啊，即係可能你覺得佢好掂，可能覺得佢唔掂啊。但係即係大能夠炒股票蝕咁撚多錢，梗係掂啦，係咪先？係嘛？即係我唔掂嘅意思，即係話佢其實喺娛樂圈根本你覺得有冇實力？大家即係當然我想，我諗由呢、這個。社會運動開始，啲人都對佢咧，即係當佢咧貶當個讚嘅，即係讚噶啦，係嘛？咁啊，你叫佢乜懶都有份嘅。當然佢又做評判啦，係嘛？第二揾就講評判啦。屌你人，大家都心目中咩人可以做評判啊？即係我哋可以揾次講下呢啲。咁啊，咁你但係咧有一樣嘢我真心，其實咧你係從肥媽事件你就睇得到，其實香港最撚閪咧，即係其實我覺得咧。香港咧，即係因為冇乜娛樂新聞，即係好嘅娛樂新聞。即係老實講，即係近排又好啲啦，因為有發哥出翻嚟啊嘛，我同阿都姐合訪問，咁都要引起一啲話題。基本上香港冇乜好嘅娛樂新聞，係嘛？真心講，邊度有嘅啫？係嘛？咁啊，台灣仲喺到兩成重啦，全部 me too 係嘛？屌你老母自由啦，不呢個好正常。咁咧，所以你會覺得咧，娛樂記者其實有個責任。肥媽點解啲料屌你咁咪未停過？拎出嚟咧，此起彼落啦。你話個原因係乜嘢？其實就啲娛樂記者，我諗佢同啲某啲娛樂記者應該好撚 friend。咁咪大家咪即係呢啲叫適當夾啊料啊放出嚟咯。所以你見阿肥媽基本上係未撚停過啊！我都話香港嘅娛樂記者係好撚 K， 即係好撚怪雞，好撚 K 型，同即係同呢個台灣啊大陸人唔撚同。即係台灣大陸都可能會揭露到底，但香港自從呢個一周刊執撚咗，但係一周刊啊，即係一傳媒，你連佢啲狗仔隊最閪嗰檔嘢執撚咗之後咧，其實都基本上你覺得娛樂記者已經好似冇乜揭露，你即係最顯形嘅就係譚詠麟食歌迷嗰陣時已經記得，喂，即係有冇食其實需要調查啊嘛，但係冇報紙調查，大家最後就覺得即係不如丟淡佢，就當冇事發生啦。嗱呢方面嗱，你留意下香港娛樂新聞就咁樣。咁啊夾料啦，你睇《明報周刊》近年嘅封面啊，好多 HK 零一，即係睇到啊。所以香港娛樂記者，即係所以香港娛樂版基本上而家我冇睇，我唔睇嘅。啲人係人哋講俾我聽，我冇乜點睇啊。加上都冇乜買日報，《蘋果日報》執咗都冇乜買《日報》嘅習慣啦。係我諗一個月買兩次《東方》啦買兩次東方睇下啦，嚇！即係點解睇東方都係因為免費啊，或者買一次啦，兩次都冇少啊，一次半次啦，咁啊買咗東方啦，其他都唔會再買報紙。咁你話咁啲娛樂記者，你話點解會即係阿肥媽呢啲事件，你會覺得點睇？即係冇質傳聞嘅咩？明撚知單嘢播出嚟都即係真定假啫？唔係即係先真例啊，先嘅真例係嘛？係嘛？咁點解肥媽每一次？啲被停過，即係爆料就會登到報。啊，嚟緊可能《明報周刊》呢個禮拜就我唔知啊，
会唔会就系呢个封面咧？佢定阿黄家强咧？啊，呢、這个都系一个问题啊嘛。所以香港娱乐圈就玩捻完咁解咯。即系屌，即系香港，即系等于啊，我哋唔系诶十唔追到呢个十五年前，你唔唱呢歌，十五年后啦，啊先将件事嚟搞大，即系搞咗佢咧，系嘛？即系我哋，你会觉得好捻奇噶嘛？我又俾我十五年前，即系黄家驹一个咁重要嘅人，十五年前唱得啦，点解要十五年后咧？即系要兜三十年咧？我唔系好明点解你可能你啲老友可能讲俾我听，讲咗个理由，系嘛？咁你但系即系你见到阿肥妈嘅新闻，一浪只有浪未停过，即系总之香港讲紧乜嘢？嗱，早排阿郭泰咧，又佢又有份，屌你有人 call 佢啲嘢噶。佢又屌鳩嗰兩條空姐喎，嗱鳩曬咩講出香港嘛，係咪佢關佢撚事咩？佢做乜撚嘢啫？係嘛？即係好奇嘅喎，但佢有即係其實咧，香港咧，即係其實都娛樂圈咧，其實已經好撚不堪。即係你見到啲報嗰啲嘢咧，即係唔係話一定要報？你喂小米屌有時報喜不報憂唔好咩？嗱唔係唔好，但係我哋都有個即係我哋經過呢幾十年嘅娛樂圈嘅變化咧。新聞嘅變化咧，其實我哋都有啲即係有啲投資嘅精神啊。當然我哋唔係話一定對得死佢，即係所以係嘛，即係呢個藍基英事件，我成日都覺得，即係嗰件事啊，即係講明香港娛樂圈就玩鳩完，即係個新聞咯，即係冇人敢出聲咯，驚咯，啊，即係冇人敢再即係揭露呢件事嘅真實答案，仲有一個死咗，仲有一個邊個咧？其實呼之欲出，但係冇人敢講。不敢出声，因为怕好麻烦，可能牵涉好大的法律程序，咁所以大家唔会讲，即系呢个你睇到噶，系嘛？即系你数下肥妈，每十日有冇上一次娱乐版？啊，你睇未停过啊？我有睇过噶，我今次有 check 过啲新闻，未停过。疫情又讲下方舱，跟住又讲下自己中咗。跟住話自己炒股票窿撚咗，好撚慘，又要我要跟住鋪排，原來佢出嚟開演唱會，嗱好撚叻㗎佢真係，佢一個真係好撚識玩娛樂圈，肯定係我肯定都即係都基本上我都信係有收編咗幾位娛樂記者專幫佢出呢啲所謂呢啲夾嘅料，我都幾撚肯定啊，唔知道大家信唔信呢樣嘢？我絕對相信啊，當然你話當然佢嗰啲嘢。有冇睇头？冇睇头呢单嘢。如果佢唔系愣捻到黄家驹，我谂人点？如果捻到黄家强都冇人报，因为黄家强都好似即系勾勾地嘅坦白。虽然佢变咗，我谂黄冠中而家啲人识黄冠中定识朱茵嗱，真心啊！我唔系话过咗去就过咗。Beyond 个灵魂就黄家驹，跟住佢三条友去滚石，你啲人有冇唱过滚石嘅 Beyond 歌？可能有嘅，但唔多咯。你到今日都仲唱紧呢、這个。海阔天空啊嘛，啊，即系你都见啦，旧日的足迹啊嘛，系嘛，昔日舞曲啊嘛，都系来来去嗰啲大地啊，都系即系嗰啲喜欢你，都系讲，即系都系有家居嘅 Beyond 咯。嗱，我哋唔使讲，我哋唔使吹到好卵大话，有刘志远个 Beyond 啦，五个人啊嘛，四个人，即系都冇呢啲嘢，系嘛，即系楞到啊黄家驹咁。但系我哋谂一样嘢，屌你十五年前点解唔捻唱咗佢？你咁捻中意家驹，咁捻 friend 啊，识。即系咁捻老友咁，当场问阿话十五年前呢个报道有啊嘛，咁点解阿肥妈当人个 demo 佢话即系唔而家系反击阿张话个即系阿加强？如果我做个娱乐记者话，点解阿肥妈喺十五年前唱咗佢？我就系谂呢样嘢咋？咁点解要将呢单嘢？即系人可能当日讲咗个答案俾你听，你未必满意啊嘛。但系嗰时又冇炒大佢嘅，点解十五年后到阿家居三十年你？你个故事咁捻完整，嗱我系咁谂咋，系嘛？当然，唔系咩 Cordell 就系娱乐圈嘅中流砥柱，即系黄家驹之后，可能第日下次有张学友合唱，我讲捻咗啦，即系可能阿九石让都想帮佢指挥个友谊之歌，或者呢个喜多郎都可能作一只似水榴莲俾佢唱，不过嗰个榴莲就系食嗰个榴莲都唔奇。系嘛？即系可能，即系你好多嘢，可能呢个最近 Paul McCartney 话整紧 3D 话
正翻啊 John Lennon 合唱，可能佢想有一把女声叫 Maria Cordell 都唔停啊，或者又唱歌咁劲，我都话我写好捻好笑，我 Maria Cordell 应该佢唔得闲咧，如果得闲咧 ，Michael Jackson 肯定揾佢唱，应该佢唱下 Cyndi Lauper 嗰段噶，哇哇哇哇嗰段噶，应该系佢唱噶，系嘛？佢咁捻劲，咩都楞到啊嘛，佢先系即系佢真系佢真系诶呢个娱乐圈嘅潘顿，佢真系娱乐，佢系娱乐圈嘅美斯，真系劲啊！佢真系佢系娱乐圈嘅立邦詹士。真系乜嘢？你讲，总之你点嚟点去，佢一定楞到啊，系嘛？唔会楞唔到啊！总之你问咩事问佢，嗱，即系你其实点解唔捻问？就问埋阿肥妈喂，最近呢个俄罗斯嗰啲所谓嗰啲雇佣兵反白，点解冇人问佢呢啲噶？企问下佢啊，点睇啊嘛？咁睇下后事点样啊嘛？系嘛？点解唔系又唔问下佢呢样嘢？我就觉得好奇怪。系嘛？即系佢实捻到啲 middle 都会，原来当年俾人打个啰柚，哇，几捻惨啊！系咪？即系所以，我真系好捻佩服佢，咩都捻到。即系就今次王家驹呢件事睇落去，好似又唔系佢咁捻大镬，但系过咗呢件事，迟啲张学友、郭富城、刘德华、黎明一定捻到啊！啊，黄秋生我唔知佢捻系唔敢捻啊，黄秋生因为太黄啊嘛，系嘛？我谂除咗黄秋生啊、杜汶泽嗰啲啊。太皇佢唔敢咁问咧，我谂基本上一定掹到，一定掹到，系嘛？即系佢有佢本事啊！即系你会谂到佢去嗱，讲真，佢喺 TVB 其实做每一个节目你都唔觉得好睇嘅，但系佢能够成日都有即系有个位置咧，咁佢真系有个个人本事。咁当然我唔知佢幕后老细系边个啊，咁捻有办法嘅嚟，屌你煮餸老细，我都讲过好捻到，点能够同阿炳爷能够相提并论？但系就可以，系嘛？佢唱过两三只唱片，佢只不过走廊歌星，佢可以直情系做紧咗个好捻劲嘅评判啊！如果你话以前亚视冇得讲，屌亚视搵唔搵到啊？你搵你做评判都冇捻办法，将货就价。但系竟然无线就亚视化，即系星光大道化，咁啊啲即系证明佢真系有呢个能力啊！加上啲娱乐记者咁捻锡佢，屌你咁隔几日出一单去新闻闹，即系你数得完啦嗱，呢个六月尾就枕住佢啊！嗱，你信唔信七月中又系佢啲新闻啦？咁大家唔信啊，大家拭目以待啦，好冇？好啦，今集小米倾偈讲到呢度，咁嚟紧就继续同大家小米倾偈。